鸟光，干个面包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花儿离不开阳，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心怀六亿人民的大事走遍了全国。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个面包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花儿离不开阳，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个面包的是毛泽东。毛主席的关怀温暖了我们的心，毛主席的教导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毛主席的思想引导着我们从圣偶向胜利。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巨大的贡献。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军水电站的建设者们，在电站主要工程建成投入生产后，又在紧张地进行着船闸的建设。船闸是西军水利枢纽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船闸建成后，千吨货轮将由南宁直达广州。省石家庄是我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城市之一，这里有七座纺织厂和一座新建的大型印染厂。石家庄印染厂的主要生产工序，漂炼、染色、印花、整理、成装等都实现了机械化。全厂职工坚持勤俭办企业，从1958年开始动工兴建以来，实行边建设边生产，在生产中大搞技术革新，
提高了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产品品种由40多种增加到了300多种。株洲玻璃厂压延玻璃车间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安装的一个新建车间，它的机械化程度较高，设备性能良好。压延玻璃是用灌压法生产的平板玻璃，它包括压花玻璃、防震防火用的加丝玻璃等。这个车间的投入生产为我国玻璃工业增加了更多的新品种。在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中，全国各地许多能工巧匠发扬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高尚风格，开展了传经送宝、互相支援的活动。被人们称为刀具大王的沈阳重型机器厂技师金福长，不远千里从沈阳来到甘肃省兰州市传授刀具革新经验。在兰州地区先进刀具表演会上，金福长表演了从沈阳带来的先进刀具，并且还为20多个机械工厂解决了上百项技术难题。全国著名的先进生产者鞍钢机修总厂车间主任王崇伦来到上海参观和学习先进经验。王崇伦不仅虚心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而且还热情地向上海工人介绍了东北地区先进刀具的粘结技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庆人心怀全局。大庆石油安装队的同志们来到包头，为包钢的建设贡献力量。大庆石油安装队是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队伍，他们在包钢浮选工区热力管道的安装工作中，处处严字当头，对工程质量高度负责。大庆精神在包钢建设工地上闪烁着灿烂的光辉。